生活榮國兩週年，大飄看天下獨立嚟計三週年。咁我哋今年係8月26日自費食飯，唔請啊，講明。咁咧，大家都知道生活榮國兩週年內從來都係冇服務嘅。如果想見下我、鬧下我、踢下我，或者就嚟摸下我，希望大家盡快報名。21號截止，網聚之後，我哋俾翻一個好嘅服務大家，希望大家支持。大飛看天下，而家開始喺中共有唔同嘅聲音發出嚟，咁當然最主要嘅就係習近平嘅親自負責一手持。我哋最熟悉嘅就係江城子當日蘇東坡嘅詞，我認為係世紀絕唱。估唔到而家喺大陸重新有人編寫，叫做《江城子總家速詩》，結果而家喺中國全面被封殺。佢講咗10年裏面發生緊乜嘢事？10年執政兩茫茫，黨指定紅二郎，貌似合理，國運陷泥塘，奈何草包根底淺，核折騰不自量，怨聲一浪高一浪，面皮厚不下降，路在何方，傻逼掛賭檔，百姓家國無希望，運不論耍流氓。呢首詞真係千古絕唱，而家喺中國紅咗一輪，跟住今日開始就被封殺。節目做到呢度，拜拜。IM 澳洲移民公司專注移民20多年，為18至47歲香港人精選最出色嘅移民課程，全程學費港幣150,000內，無需雅思成績。我哋為18到31歲嘅港人申請工作假期簽證。合资格人士雇主愿意提供劳工移民担保，有护理资格的港人可以推荐雇主安排工作，办理劳工定居签证，冇年期上限。我们亦都为50岁以上的港人申请居留签证。澳洲比英国更易找工同入籍，无论在香港、英国、台湾的朋友想移民澳洲，就快点找 Christy 啦。